今儿就住在这个黄河边上了。2011黄河调水调沙工作自6月19号起。就是刚搭完帐篷。我说都把花生菜，你们看都把咱觉得。而我所在的黄河小浪底水库。我。哦，对。这个地方唯一有船的地方，泥沙太多。7月8日，我在陈家沟村外看到了南水北调工程穿越黄河隧道北端出口的一段排水区。这是狗肉啊，穿黄隧道正是沿着这座竖井下部通向对岸。隧道北岸出口距离黄河主干道大约4公里。从川河隧道北口出发，我打算直接过黄河向南，却不想正值调水调沙阶段，黄河郑州上下百里所有浮桥全部被拆除，我已经无法渡河。
今儿就住了这个，住在这个黄河边上了。看天已晚，返回温县已不可能。我打算就地露营。这不是刚搭完帐篷，今儿走了，今儿从这个，从五志出发，五志出发走了40公里，原本是从这个陈家沟拐下来，准备直接过黄河，但是那个调水调沙以后，所有的这个浮桥，黄河上的浮桥全部被拆掉，所以这地方看来也是没戏了。你看，黄河对面是邙山，那边是邙山，邙山底下就是黄河。可是对面的船过不来，因为这个现在是水
桥水调查低潮的时候，现在水已经在那个河中间了，没办法，只好露营。如果现在赶到温县还有20公里，就在这儿休息吧。现在离我最近的是大概在1000米左右的地方有几个瓜农，这算是唯一的邻居了吧，能陪伴。瓜农们很客气，4毛钱给我2个西瓜，然后要给我做汤喝。我不知道河南人这个是不是汤就指的是晚饭吧，做汤喝我谢绝了。今儿个是真是没想到要住这儿，所以来的时候没准备吃的，然后只有2瓶水，路上喝了半瓶，然后碰见一个小卖部，原本是想的是过了黄河以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现在看来只有一包这个好吃点，一包好吃点和一只5香鸡蛋，就是今晚的那什么的饭食了，所以现在得节俭着吃。还有水的问题不大，那个瓜农说没水了，还让到他那儿去取，试试吧。看来洗是不可能了，就是将就着住吧，只要不被蚊子吃了就可以。这是湿地，先看到的是湿地，眼看着水过不去，全是沼泽湿地，有河鸥。有鸟，叫不出名的鸟，眼睁睁看着对面邙山过不去。然后我的这边是现在看不见，大概在七华里之外，就是南水北调的北口，北调这个川黄工程的这个北边出口。我刚才利用中午休息的这个时间，几个工人呢，大概是看我辛苦吧，破例带我到那个井口去看了一下。目前是一个竖井，竖井下去后朝两边打，然后穿过黄河的这个登沟机吧。据说已经是看到新闻报道是已经打通了。听那个看那个情景，跟我17岁的时候打隧道有点像，不过我们那时候是耙子簸箕，现在是登沟机了。今晚上看看在这个帐篷里边的感觉是什么的。现在这个头顶上已经开始有蚊子了，估计得倒霉早点钻到帐篷里去。温度真要命，现在42度，瞧42度，帐篷里边进不去，看晚上凉快点吧。太阳快落下去吧，大约在1000米之外，和我相邻的是一户瓜农。傍晚我去瓜农那里想讨点水。我那吃瓜嘞。啊，我那有，刚才在这买了2个了。有了，有了，有了，不客气，不客气。我倒点水行了，我倒点水，那还有个瓜，我吃不完。刚才都买了2个在这儿。哎，谢谢谢谢。连喝带洗。借你一个盆儿，那有那有去啊，那有盆儿啊，那萝卜，好，谢谢啊。那是我闺女的洗的啊，好，谢谢。瓜农一家是临县5志人，他们动员了全家10多口人来到临县的这里，承包了数百亩土地。还辛苦忙着，
上初中了？啊？上初中了？嗯。啊，在五志上的是吧？哦。好像说是这个，这个瓜是承包是一亩是交每年交300块钱是吧？400的。400。那个。哦。一家是四。承包一亩400。嗯。这就是河滩地嘛是吧？嗯，河滩。哦，好像我看他现在有个1到6县里边有一个规划，刚把这块地开发，开发完以后呢，路修这个硬路硬面路都修好了，然后把这个公开招标，是不是大家来？来种植，种什么东西由自己来选是吧？谁知道我不懂。哎，就是说是你们是选择种西瓜，但是你也可以种麦子。哦。种什么都行。哦。哦，那你种瓜种了，我听说种了3-4年了是吧？哦，种了2年，你也是个一年。2年是吧？嗯。2年，那第一年和第二年怎么样呢？能。自产自销，自己去销。我看你儿子去还得去销，是吧？那可不。那没有单位，就是附近的县呀，什么城市的那个车单位车来拉。哦、那没人来拉嘞。没人来拉。嗯。有的别人有的地他有人来拉吧。不住，现在不住。光说这没人来了。没人来拉。嗯、那你去销的话，是销到哪？销到五志，销到温县。他出来就跟那村里买的。呀，那能卖多少？卖不掉多少。嗯。那些大车到那，为啥走？你到陈家沟？十来地都走了，到这时候还没来呢。哦，对，那卖了一天了是吧？嗯。哦，就在陈家沟卖是吧？他说搁走。哦，好几个地方是吧？这边上有个村，他说是走。啊、哦，对对对。搁这卖。哦，对，那你今年有你承包了有多少亩？几百亩？这是诺比到诺比一家，那你到那一家都是60亩。60亩。嗯。那你们家人家族，我看你叫姑的，还有儿子、媳妇，不是那个女儿，都来，一人承包60亩是吧？那个对对对。哦。还有外甥闺女、某家俩某家。都承包了。俩外甥闺女那个都一个的。哦，你也离把家都放那儿了，放到五志了，就跑这儿来。那个家那10多号都来这儿。都得来这儿，啊、那俩只牛。有那这一住可不是说光是种瓜季节，什么时候都得来。啊，那啥都有，有鱼。一年四季都在这待着。啊啊。是吧？鱼是产生麦。啊。麦子。哦，还得种麦子。像北京有骑车子，我在那儿住着，跟你们是邻居，搭了个帐篷。问咱婆婆去。嗯。咱那为啥成没牛粪啊？种啊。就带个小的。这大个小子当成来的，俺现在背吧。是您女儿是吧？嗯。哦。那到啥时候走？他到你有啥时候？这咱把那点药快打了。吃完清饭，清饭啊，家庭。哦，是农药是吧？不是，在那种蚊子了，那蚊子还是。啊，是打蚊子呢是吧？嗯，一落上都死了。就撒在外边是吧？啊。把这个藿香水撒在外边是吧？啊，啪啪的。那还能再弄这个签订是3年吗？2年还是？就承包这签了几年呀、啊？没签。那就干几年是你、哎、不想干了就不干了。哦，不想包了。对，那这地基本上全部被包完了吧？被承包完了。我这地都是河南的地。就是。就是别的地现在没有闲地了，全部被征了。哦。现在做饭了是吧？第一次啊，他是吃啥？老喝，咱的地，这老以后咱洗个瓜吃吧。嗯。来，我心里提心吊胆的，不新鲜。不新鲜。
哎呦，我扯着你了，扯死你！我打那地，我白头干不来。你听我的，我打那心一窝都空了。水晶你讲不讲？啊，讲不讲？讲。一两天干。我们跟水晶都吓唬干了，哼哼哼吓唬他嘞。那水晶咋会不讲呢？把这个架打一下。滚！你不要打我，姐。哦。哎呀，你们公，你们武志的话我一点听不懂。啊，武志的话我听不懂。听不懂。哎，河南的话，郑州、洛阳我都能听懂。人家说话都讲周去。一点听不懂，猜都猜不出来。嗯。我说都把花生菜，你们看都把咱皮都菜成啥了？我说徐静出来不敢很跟那火。哦，对。哦，孩子现在都放暑假了。嗯，太乱了。放暑假了，到这儿瓜地里来，倒也挺好的。哎呦呵！哎呦，开了再把咱妈。来，你弄一把麦子吧。哦，削面啊，你们是？嗯。你们是做削面的时候？啊，点火。哎呦，我抓一把，抓一把，滚！滚哎呦，连气呢。哎呦！我回到我的帐篷，带着复杂的心情等待天黑。一只叫不上名儿的大蜂一直在我的帐篷上凶猛冲撞。凌晨四点，我打开计算机，用无线上网查看新闻。现在终于天亮了，昨夜睡得不错，这是我帐篷。
灯还亮着，早上上了一会儿网，用无线，然后就是倒霉的就是有一个大风，不知道什么风，那翅膀扇起来呼呼的一直在撞击我的帐篷，撞了通宵，后来只好关掉灯。这凌晨的时候大概风也睡了吧，现在太阳还没出来，先拍点情景给大家看看。距离黄河边就是60多米吧，快没电了，再坚持拍一会儿。我的车子也跟我配了个通宵。哎，这是我车子，还可以。今儿要过黄河，一定要过去，哪怕多绕点路，反正这对面是过不去了，因为它这个调沙调水，所有的浮桥全部拆掉，这个地方唯一有船的地方，但是也是因为它这个泥沙太多，岸边泥沙太多，人靠不拢船，喊了几声没用。哎，我精神状态还可以吧？嗯。